哦，因为今天那个阿呆铲屎官说他今天没空去用，所以这礼拜是换我本人轮流就对了，轮流就对了。然后我们那个帮小猫铲完屎之后就要去英哥，去英哥要干嘛？阿伯寿司。你知道阿伯寿司竟然是24小时、我不知道哎、超神奇的。会吗？很神奇啊。哇，那半夜生意也很好。我那边感觉半夜应该没人吧。说重点都不会被人家那个。真的吗？对啊。看不起一个人，对不对？哪有半夜？我们那半夜安坑这边半夜都没什么人啦、我们是乡下地方。对，我们是乡下地方。看，你看我们现在的街景就知道了。还有座山，上面还开着花。我们偏僻道都有那个那什么花，油桐花。对啊，而且偏僻道都有猴子，猴子都在那边跑来跑去。没错，下雪。我们今天那个的主角是谁？正在睡觉的小狗。因为那个大家都说最近都是猫，所以我们要让老汪汪也是要出现一下。老汪汪今年15岁。大家都说你们那个偏心。对，所以老汪汪要出现，他是15岁，所以我跟你已经交往了超过15年了。哇，蕾蕾哦。对啊。等他死掉那天，就是我们的爱情失去的那天。就我们分手的那一天。从那天开始，来最后一天结束。对。笑得这么干。因为我现在的情绪还没有办法，就是我那个我没办法像你一样突然这样子，然后就上身这样。谁上身了、啊？我。你呀、啊。我就是这样啊。没有，就突然就上身，然后通常都是因为我们平常讲话会比较平淡一点。有吗？有啊，然后上次看到就有人就说，哦，这样好像就是感觉很无聊，或是觉得太平淡。不会啊，谁？最好是夫妻俩私底下都在那个，所以声音都在讲脱口秀。啊，好累啊！一辈子讲脱口秀，我都在接梗之类的。对，你在接梗，最好是啊。好累啊！私底下嘛就这样啊，那还好吧？我们在找同温层不是吗？没有，你的同温层已经习惯看你，就是比较高亢的感觉。不会啊，很多人还是觉得还不错啊，破10万呢、欸。对啊，这样破10万了，感谢。本来只有想5万而已、欸。没有，本来想说只有5000而已。那你啊，我一开始我就觉得应该最少5万。好，所以第一集破10万，所以我们这一集就要做特别的东西。然后拍到最后发现我们两个不适合。反正我们要去英歌，然后来做碗，跟做纪念品。对，做纪念品。然后我们这一次，因为我有上那个，我加入一个宠物社团，然后里面每天都在洗我，每天都在洗说，哦，他们带他们家的狗，然后去英歌，然后就会盖那个脚掌印之类的，然后超可爱，然后大概洗了半年吧，到时候决定了。对，然后最后选了一个廉价，然后人会爆炸。没关系，我们已经有预约好了。可是你知道吗？可是昨天，然后有个网友就说他想要知道说我们两个是怎么认识的，然后跟为什么会这个秘密我守了超久，我都没有讲，你都没有讲吗？对，很丢脸。你在直播上面都没有讲，从就是人家问啊，都假装没看到这样。我都说，他说你们两个为什么哦，我知道会在一起。我说因为有一次那个我浴巾掉下来，不小心挂着。然后就在一起，所以你就不想要公开这个很丢脸的、很丢脸的过程？你觉得不丢脸吗？我觉得有点。对啊，这样说，觉得好像那个、讲的好像不太好，还是比较好了。啊、没有哦，我知道了，西门町那个男来电，女来电，所以你来电，我去电，这样。没有，那就干脆说我走在路上，我是高中时候走在路上，然后突然，然后你就跑来跟我搭讪，可能这样会比较好一点。我才不会。在路上跟人家搭讪，你从来都没有家教的，你从来都没有搭讪过人，没有人家搭讪，你屁！ Sorry、你这边要讲真心话，真心话。如果你说谎话，汪汪 right now 就把我这死掉。我没有搭讪，我是想一下，我认真讲。关你在干嘛？啊，好像软便呢、欸。
哦，怎么会软便？嗯，为什么会软便？这边又没有东西给他乱吃，躲在这。喵喵，喵喵。哎，为什么挖一个洞给他？嗯，那个啊。谁挖的？我啊。这么认真，还挖那么圆？没有，你知道它很可爱，是它的纸箱上面就有一个圆圆的，然后给你挖。哦，他故意的，对不对？他另外一面这里。哇，真的哎，他就设计这个，这是猫罐头的、啊。对，猫罐头。就设计一个圆圈给你挖。喵喵，当贼哦，鬼鬼祟祟的。喵喵，你干嘛鬼鬼祟祟的？喵喵。啊！我要吃我的饭团了。那没有，这样子就行。本来以前都很喜欢看你影片的，自从苗博雅来之后我就不看了，超级无敌情绪勒索。我记得你以前不是这样的，你以前是妈妈的乖小孩，为了政治去失去某一些亲近的东西，是不是？我觉得取消关注我是还好，对啊，反正啊，这个素昧平生，对不对？可是如果有些像那种选举啊，然后因为那个支持不一样的人，然后就是连自己的亲人都那个，我就觉得很不值得。欸，有没有血缘关系耶？哦，我先不管明星或政治人物，明星也是，对不对？你为了明星，然后去跟家人闹不愉快，我觉得感觉也很奇怪啊。那你跟他没有血缘关系，他赚的钱又不会，你有困难的时候他又不会来帮你。不管是政治明星还是艺人，为什么因为这个事情跟家人闹得不愉快，就很奇怪。我一直没有办法理解。我也没办法理解。他就算他选到总统，选到立委，你明天还是要上班啊，你薪水有变多吗？就是你可以喜欢，然后说哦，我想要学习他的某一些精神啊，或者是什么东西，啊、对，或者他的才艺，不太值得。我觉得跟家人闹翻的，我听过超多，超多，是啊，超多，为了选举，为了什么就超夸张。对，还好我们两个都没有特别支持谁。没有啊，我就说，不管民进党来跟我买，或者是国民党来跟我买，什么叉叉党，没有党也没关系，对不对？大家认识，或者是大家这个有交易，就是一个就是愉快的状况下，就是朋友嘛。对啊，那大家都可以拍啊，谁来我都拍啊。要不停这个？嗯，都有。那有位置。这是台湾入口。有哎、欸，我觉得台湾那个根本就不用打仗了，就是大家就是那个自己的人就吵一吵，吵一吵就吵不完，就灭了，就灭了。对，是内斗就选灭。哇，我最后一个位置哎，它现在变满了、嗯、我觉得你会不会开不了门？我可以。好啦，反正我觉得那个。我觉得就是不要分裂。不要分裂。对啊，就算你真的支持谁，然后你就默默支持就好了。也不是默默支持啦，就没有必要为了这种事情，然后去。跟家人朋友，然后在那边，没有，然后觉得、哦、大家不同立场就怎样就怎样，很奇怪。不能说哦，那个你不喜欢吃香菜，我喜欢吃香菜，干我不想跟你讲话。对啊，因为你不吃香菜，你跟我不是同一国、嗯，就这样磨啊。干你吃香菜，你就是支持蔡英文，就这样磨啊，你知道吗？好厉害哦！干一磨啊，什么都可以磨。然后我不吃香菜，就是我支持国民党。对啊，那我乱讲。没有，我是举例啦。嗯、哦，你喜欢刘德华，喜欢郭富城，干我们两个不讲话，我跟你绝交。妈，你是我亲人，他妈我们两个绝交。
因为你是他妈刘德华派的。没有，我觉得重点是说我没有喜欢任何人，然后是对方喜欢某一个人，是要逼我去喜欢他哦的意思。对啊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你不跟我一起喜欢那个郭多野结衣？不很奇怪吗？很奇怪啊。好吧。就像有些人喜欢猫，有些人喜欢狗一样。我觉得都没有关系啊，那你不要逼我喜欢你喜欢的东西嘛。对啊，就很奇怪，为什么你要逼我喜欢你喜欢的东西？想不透。Peace。天堂到了。嗯，我最近很爱哪一种颜色呢？哪一种？这种蓝色的。这种？对。就是米老鼠。有像。哇，这么大块啊！好，谢谢谢谢。那这个要不要丢进去内衣？不要，太刺激了。哇塞，小型的，高于60的就不行了。哦，是哎，现在还有这样子的设定。先生，你要买小狗吗？这是一个摊位。这很棒。还算蛮好逛的啦，下午4点太阳比较小，对，然后比较没那么热。大的不要香菜，小辣。你再跟我打招呼。哦。好。拍照一下。这是阿婆猪血糕，这边不管什么都要叫阿婆。阿婆，阿婆，阿婆在这边卖很多东西。嗯，阿婆好忙，嗯，还要卖冰淇淋。对，然后还有冰淇淋。哦，钢铁人在这。哎，禁止宠物入内。这边禁止宠物入内。你被排挤了，知道吗？可以进去说他是家人，不是宠物吗？应该没人，只是没人会理你而已。那边是小狼犬，你有看到？对，小朋友呆呆的，好可爱啊！你有想要一只小狼犬吗？有啊，我会想要一只养狗。小狼狗，你要养小狼狗吗？不要，我要养养狗，养狗或狼猫。这位太太非常的爱吃冰，我绝对要帮你把那个冰打马赛克。要，它是冰的，我要是晃来晃去就没办法打了。卡利卡利耶。对啊，还有梅子的芥末椒盐都有。好棒哦！等一下，最爱的。我准备要捏桃子。
的，慢慢的捏，先捏用力一点点啊、哦。好，往上，往上要也要用力哦。小力，慢慢的离开。好，沾水再一次。好，再慢一点。往后压好不好？往你的方向上方下。你觉得可以的低度就可以了，够低吗？好，慢慢用。把水弄掉，贴着它滑上去就好了。再给你用，贴着它，贴着它慢慢的滑上去。慢慢的，先贴着，好，先不要跟它转，就这样贴着掉，这样吗？从中间上面小力一点点，好 ，OK， 觉得可以吗？可以。好，举手。我要狗狗的小力。哦，你看看狗狗的吗？哦，它的后脚，不用，它的后脚三道，两只就好了。放松一点，放松。好的，等一下。好。好乖哦，哦，棒棒。好。好。我用线。对。我把它割起来。割起来。然后。抓着右手，抓着你的右手，抓着我右手，反过来，反过来。好，我们先轻轻的捏住它，然后用你的左手慢慢的往上。再来，就是这样，再来，往上放轻松一点，然后可以快一点点。好，我们往后压好不好？往后压，往你的方向下压，你先变成一个盘子。它会变成低。我看呀。做大高滑。OK， 这样就好。贴着它往上滑。好 ，OK。如果说一根筋筋的话，我就 OK。做什么？筋筋。要冰冰冰冰之类的吗？就一直哦，然后都在盖汪汪的脚印，包起来就变一个筋筋。盖汪汪脚印。好刺激啊！因为那个我们今天任务达成了，汪汪任务达成，任务达成。好，谢谢。他把那个挖起来。宝丽龙碗，高级的手作碗，宝丽龙碗，对，要不要买这个盘子卖1800就好了？好烂哦，还不如买我的。哪有，我的比较好，我的真的可以装起来。我的是装死的，我的菜也可以装啊。我汪汪，你要怎么装起来啊？可以啊，我自己装的。汪汪觉得很无奈。没事，要把我脚用脏。对啊。然后现在才来用湿。对。
他想回家了。他早就想回家了。好可爱哟、哦！黑色拉布拉多，我有东西在摇，是什么？这有什么？喂，这边声音，嗨，这边的模型秀，好，寄到公司了，公司啊。我不要、啊，看你啊。我 A 啊 ，Y。哪个是 Y， 哪个是 H？ 这个是 Y， 这个是 H。你的太花了吧，黄色的。不是吧，黄的啊。黄的啊，对啊。柠檬色啊。对啊，花俏呢。我要付钱，这样是900块。这是900块。两个人900。等一下。好、啊。蛮便宜的，又可以玩泥巴、啊，又可以。对。又可以有汪汪的脚。谢谢。对啊，又可以，又可以。的成品，对啊，它其实是一个350，然后是加宅配，对啊，最低它也收700，对，一个是150，然后两个就是，就太便宜了吧，两个到四个是200，太便宜了，对啊，那你还再做一个啊，我不要，有点累了，对，不是我小火力，好，那就可以了，好，谢谢，拜拜，这里不是镜子。好了，我说它这其实真的很便宜，我不是在那边乱讲吗？一个300，你像外面随便卖啊，一个碗，它的老街碗都要200块，它还提供土，还教你用，对，还帮你烧，帮你寄，对，这样一个人才450，对，因为宅配就200啦，对，我觉得这很便宜耶，还可以用你随便路边卖一个碗就要100-200了，好不好？然后那个，不然下次我要用那个用吹的，加哪根管子给用吹的，那应该是不同的东西吧？不然吹什么？吹。玻璃，吹玻璃。哦，你刚刚是想要说吹什么？玻璃呀、啊。嗯。我觉得用吹的蛮好玩的、啊。可恶，收摊了。收摊了。我的可丽可丽。那、啊、为什么会丢一包在那边？收摊的为什么丢一包在那边？给买不到的人。屁咧。那我的可丽可丽没了啦，可恶。居居。我难过。居居。所以我们现在要去买排骨饭。直接点就可以了。好，直接点，谢谢。对。好。你想？排骨饭套餐两个。两个套餐。对。你要搭配什么？一个是仙草甘茶，一个是酱笋汤。好。嗯，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320，你要桶边吗？桶边不用。不用，所以1000。你们是后来从侧边搬过来是不是？没有，开第二家。哦，所以那边还有。有，他假日都做到3点。哦。都以这里为主了。好好好好，懂。太小。好。那稍后叫他们。好，谢谢谢谢谢谢。我要两只。3只100好了，3只。好了，我们要回家了，妈妈。好了，我撑不住了。好，拜拜。他回家已经爆睡。加停车费多少钱吗？50。为什么那么便宜？我们已经来几个小时了。所以它是只算单次的那个？我不知道，超便宜。大叔消化时间。七七想要什么礼物？不用，不要去找小三就好了。七七想要什么？